时候，我而家跪喺Paul嘅左手边，因为我一阵间想转向右边嘅关系，我会将右手摆喺上边，右手会做反手 twisty grip， 左手摆喺Paul后边，轻轻力推住支Paul，然后我而家转身向右手底下呢一个窿。喺我转嘅时候，我要 point 实我只脚，将个鞋头笃落地下，然后夹住个 pat pat 推起个肚脐，跌过去我嘅右手边。记得我哋做嘅时候，一定要夹实个 pat pat， 推个胯同肚脐向前，同埋一定要 point 实只脚。如果唔系，就会变成而家呢个样噶啦。做 diamond roll 嘅时候，有三样嘢要特别留意。第一就系你一定要用鞋头呢一个位置垫落地下。如果你成只脚踩晒落地，你个 diamond roll 就会好肉酸噶啦。第二就系做 diamond roll 嘅时候，你要将个 pat pat 夹实，将你个胯同肚脐用力推向前。第三就系当你推咗个胯同肚脐向前之后，你要将成个身转去你嘅右手边，令到你好似就嚟要跌落去右手边咁，你嘅 diamond roll 咧就会做得又顺又好睇啦。所以大家做 diamond roll 嘅时候，记得要 point 实只脚。夹实个 pat pat， 将你个胯同你个肚脐用力向前推。我哋下一期嘅试堂就嚟开始啦！如果你哋有兴趣想嚟学 pole dance 嘅话，就 click 上边嗰条 link 啦。